自己的心态怎么想法，因为你知道大家肯定从国外回来，大家都会期待说，你可能每一年从国外回来就可能要可能创最佳或者是突破什么到什么样的成绩。那我可能会换一个观念说，可是博尔特他的世界纪录还是停留在2009年，所以我们还是就没有他都已经没有办法每年破那个个人最佳纪录，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呢？然后我是保持着想说，就是我把我所训练的发挥出来，对，然后不要，但观众这个也是看自己心里，就是以前的话还是会在意，就很在意说，大家都来帮我加油了，我去国外了，我可能接受国家的栽培，我一定要跑出什么样的成绩。但我现在发现，就是成绩就不是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我只是就是把每天的训练做好，然后我的生活规律作息正常这样子，然后把我所训练学到的发挥在场上这样子。